看看新闻网。尽管《甄嬛传》已经落幕，但是甄嬛迷们似乎还意犹未尽。好在小说作家刘恋子已经写有《后宫如懿传》，这部小说正是《后宫甄嬛传》的续集，在内容上与《甄嬛传》无缝衔接。第一部已在四月出版，第二部也将在近日上架。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最后一集中，甄嬛当上太后，不过那年她才30岁出头。兜了一辈子的宜修皇后虽然谢幕了，但她的侄女乌拉那拉青樱，也就是后来的如懿，当上了乾隆的妃子，这无疑是《甄嬛传》里最大的浮现。而《如懿传》中皇太后甄嬛与宜修后人如懿的婆媳大战，一听就很有看头。正好你来，你表姑母过世，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。臣妾只知寿康宫，不知景仁宫。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，但更是大清的罪人，臣妾应当公私分明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